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丑哦。好，这次继续玩导弹球客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因为这个皮肤太可爱，所以你每次玩监管、玩小丑都会喜欢这个皮肤？对，就这可能性，因为我觉得它这太特别了，它真的是太像一个玩偶了。太不像一个监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可爱。对，虽然它是以小丑的基本的原型去做，但就是可爱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所有人应该都拿到了吧？对，只需要好像是一个活动吧？对，那虽然说耗费时间蛮久的，但是还是拿到了，蛮多人拿到了，特别是在我群里面的很多人都拿到了。对，好 ，OK， 然后踩一下这次加敌方阵容，摩洛斯州不对，摩洛斯囚徒前锋勘探员莫沃斯心理学家古龙伤病患。好，先来装配，这不急啊，急也急不了啊，是不是？必须要把存在感先解锁，才有办法打得到人啊。好，等一下，这莫尔斯，追莫尔斯是有点亏，追莫尔斯是有点亏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打，因为打三下，无论如何还是会增加存在感啊，是不是？好。打了两下，算打一下而已，因为我是就是这么 OP。这下再没打到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行，好痛苦哦！剩最后一下，谁来帮我解除他存在感？前锋吗？谢谢，路过。没有，他其实是要牵制啦，但是对，解除存在感之后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，谢谢，我觉得特别开心，是不是？好，这磁铁用了两个了。好，莫斯拉跑掉，拉跑掉吧。我们来追其他人。来啦！可恶！这个谜一般的距离是怎么回事？他跟我绕圈圈吗？哦，太完蛋了！他不知道那边已经被封窗了。哦，还有磁铁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有磁铁也没办法让你全身而退了。我即将冲刺。完了，又撞不到人。哦，前锋又来了。前锋好像，我发现一个今天的秘密，前锋好像比我高哎。好，可以了。前锋比我高哎，正常吗？这是一件合理的事吗？应该是很多人都比我高哎，求生者比监管还高哎，好像。26号守卫邦邦都比我高了，有没有这可能性？好像有哎，爱哭谷好像也比我高哎。天哪，这小丑好矮哦，我更喜欢他了。我喜欢这种矮胖矮胖的感觉，太可爱了。好吧，那就让你死，还在那边跟我玩，气死！好啦，浪费太多时间了，真的，我们必须要赶快加紧时间。这个前锋又来是不是？嗨，这下回的还不赖。好，先放椅子。好，囚徒被追，被救，然后又倒地了。我们现在来买个东西，回复剂是必要的。对，小丑眼回复剂，首当其冲的需要它，不可能有比回复剂还要更重要的东西。如果有的话呢，那绝对是你的错觉。好，看一下前锋，还帮忙挡不错哦，亏，太亏了。是心理学家想要回血是不是？那心理学家也亏，哇，一次亏三个人。这一波好像是莫名其妙让三个人很亏，一个是莫尔斯，平白挨了一下。这是好像一个仙子啊，仙子开枪啦。古董商的皮肤，好啦，还不错看。然后我们的心理学家鬼鬼祟祟应该是想救前锋了，我觉得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支援一下。破译不动了啦，全部都残血，你看，几乎全部都残血，只有心理学家还是满血的。他不盖板好，有戳到吗？戳到，现在才戳到，但是戳到心理学家，不是戳到我们的前锋。前锋跑得掉吗？我不认为他跑得掉，我真的不认为他跑得掉。我有自信可以再把他放倒，他有球吗？直接想过来挡但是还好没有挥到。
再一圈啊，再一圈，我看有多少人能够替你挡。再来一圈，哇，他真的要挡哎、欸！哦，再送走一个，哎呦，没挥到，再挥一下。哦，各位看到吗？他翻了好几圈。哎、欸，仙子飞起来嘞、欸！哎、欸，仙子就应该这样飞啊，是不是？这样才有感觉啊。虽然是我在帮你放风筝的感觉，但是有一种开始有一种仙子的感觉了，对，有点像嫦娥的感觉。好，前锋倒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一次送两个，还真是划算。是不是破译不动了？忙着回血就很难破译得动啦。好，还有忙着救人。好，囚徒飞掉，现在前锋也准备要飞掉，我们看能不能买个东西，来得及吗？如果来得及的话就好了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买个东西。哎呦，耳鸣来了啦，耳鸣来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愤怒镜应该要一下，因为可能会有人开枪。啊，我赶回去，赶回去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是心理学家，又要救。好，接着换古董商，救掉，来哟。哇，直接挥到哎、欸！哎呦，还好这个磁铁，好又盖了板，不影响，完全不影响。要救吗？哎呦，完蛋了！快点过来！好，这样子有什么意义？哇！哦，他真的是很多假动作哎、欸，假动作之王。好，我们的仙子飞掉，赶快把它抓回来。好，第二下，接下来继续找我们的仙子。我们仙子呢？仙子去哪里了？气耶、欸，仙子飞走了。那只能拿你开刀了。他是谁？哦，看太远，对，气到都忘记他是谁。好，等下去要回来吗？要回来吗？要回来吗？不回来。我要抓你开刀。好，他应该会吸我或弹我。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治愈哦！我的仙子看到了、啊，治愈了一次。好，互相治愈其实也会回血，是不是？对，问我是也会回血。好，这破译机一直都是两台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有，捉他一下。他要干嘛？他想干嘛？哎呦，可以！气死我了！好，绕一下。可恶，他挡在那里是不是？挡在那里也不用路易是不是？好，用路易了。啊，穿过去了！哎、欸，我穿过去了、欸，他也不下去哎、欸！我都穿过去，他也不下去。好，终于破掉一台了。这时候就要让他洗我，是不是？这样我才有办法去抓。好，等一下、哦、又来了，又是磁铁，再来吸。好，没磁铁了，就是把你耗光啊。好，我们的仙子呢，继续飞起来了。翩翩飞舞的样子太华丽了，好，飞掉了，仙子真的往天上飞了。但这次不是靠我了，这是靠椅子。好，加速机买一下，最后的一台破译机，然后现在是平局，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输了啦。其实，好，三个都装配，来喽！哦，有耳鸣呢。我撞到了这根柱子，浪费，超浪费。好，这又是活了很久的莫斯。哎、欸，啊，他的路易嘞？怎么用路易啊？用路易只要变成是你的，怎么说？肌肉记忆吧。你看有没有用路易？要有一种肌肉记忆，就是遇到就必须要习惯性的按一下，就像调香师的香水一样，这样才有办法能够立不败之地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又倒了。好，目前有两个被抓，然
然后有一个人呢，好像买了撬棍，是不是？是谁啊？感觉应该不是勘探员，是心理学家吧？该不会心理学家是活到最后的那个吧？好，我来看看哦，这边哦，这边有推进器耶，还有两个，一次有两个哎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哎，是哎，啊，刚好被你打开了，跳吧，不要再挣扎了，赶快跳吧。好，最后的心理学家走掉了，看到你倒地，所以我们这局赢了，跑了一个心理学家，真是有点哦，但是哎，很可爱哦。好，下集见，拜。